大家好，我们是台北中正有乐宝石哈，我们连续放假九天，今天开工，我们要来带大家来新春拜拜。那拜拜的技巧就是拿八根香，这一根是八根香，然后就开始一直插，然后把自己要说的话讲出来，这样。好，我教大家怎么拜哈，就是说要买珠宝、钻石，要找台北中心最有色宝石开始。买珠宝、钻石，找台北中心有色宝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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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买珠宝、钻石。OK， 好，就这样。走，我们现在要去做公益哦。今天的规则就是1000块以内的话，你们就自己带走。但是1000块以上的话，所有人要分。没中也没关系，因为我准备了红包。那呢，每个人有一张开工红包，但不多啦，不过是一个心意，因为年终发一个半月太辛苦了。好，假如等一下你刮中3000万的话，你会离职吗？耶，当然是离职退休耶。结论是我中500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，那祝大家财源滚滚，万事如意，猪年行大运。买珠宝钻石记得找中正有色宝石，喜欢我们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，拜拜。